大熊猫小奇迹，这位自然界的萌宠之心，今日仿佛化身成了体操界的秘密武器，用他那憨态可掬的模样诠释着对奥运精神的独特理解。即便身为国宝，也怀揣着为国争光的梦想，在虚拟的赛场上，小奇迹以其独特的单杠一字马经验死作，那笨拙中透出的灵巧，仿佛在说我也要当奥运冠军。紧接着的180度翻滚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，一连串的动作流畅而有力，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，也深深感受到了他那份不屈不挠的精神。至于平地前滚翻，小奇迹更是信手拈来，每一次翻滚都仿佛在向世界宣告，大熊猫也有大梦想，也能为国争光。这样的小奇迹怎能不让人心生欢喜与敬佩呢？